传说有个太空人登陆月球后叹了一口气，原来月球背后还有无数星球等待着他。这时太空人眼前只剩下是饱满的圆，还是虚空的洞，是封闭的圈，还是无限的环。纯粹符号拼弃文字，就如生活五味杂陈，有时难以言喻，说不出的，或许也可以填上你的故事。虽圈外有圈，你相信未来仍如漫游？